你吃点吧，你吃点吧。他心思问。哎，下回你看这是这叫表情。你下来呀。你要去哪儿够？这儿呢？你要去哪儿？来到。好吃吗？一个一个吃啊。那嘴巴能塞下吗？我看看大嘴猴，我看看，我看你嘴巴里都有什么呀？好好站着，你懒洋洋的干嘛呢？嗯，你懒洋洋的，来到。